迎收看 Aries Channel。Aries Channel。Aries Channel。今天我的面前有一个甜点，还有一个戒指，表示什么呢 ？Sweet Ring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Sweet Ring 这一款 APP 啦。因为我呢本身也到了适婚年龄，然后身边很多人都在催促我赶快结婚，比如说我妈妈就说：“哎，怎么还没有交男朋友啊？”酷炫啊，经纪人都很担心我，就是没有人会喜欢我这样子。甚至是连装爸装妈都说要帮我安排相亲，我说嫁不出去有那么严重吗？好像真的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了吼。我已经下载这个 app 一阵子了，听说这个并不是一般的交友软体哦，而是以结婚为前提在进行。然后你们可以看我的大头贴是一个大奶妹的照片，这是应急的哟，因为想说男生还是第一印象比较视觉嘛，要那种漂亮的照片，所以就是稍微挤一下乳沟这样子。而且它这个填的超级超级详细，连说几岁啊，然后牡羊座你都知道嘛，血型是 A 型，在台湾台北市，然后会的语言是中文，然后身高160公分，体型的话它没有要你填体重，可是它会说就是体态怎样，我就说我体态健美，因为我在健身嘛。职业的话网络业哦，婚史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是有结过婚的，如果没有诚实相告这样不行，像我就是单身未婚，然后现在有没有结婚的意愿呢？其实我是有，我希望立即结婚，还是要把自己嫁出去。个性的话可以选7个选项，随性啊，热情啊，喜欢工作，外向，幽默。我觉得我算是不服输，然后好奇心强。居住方式呢，目前我是一个人住啦，然后不抽烟也不喝酒。信仰的话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家会拜拜，然后有没有想要小孩我有想，然后家事的话是有空就做，其实应该算积极，因为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，这就是我自己在做家事。你看他们填的那种都是非常详细，就真的是会攸关到以后结婚以后生活的那种观念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一定要填的很详细，要认真，你不能够是造假哦，知道吗？好，那我用了一阵子了嘛，那最近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密我，你可以看到就是超多，而且我好像被认出来了，就是有些人就会说你是本人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我马上检举你，不可以盗用气质女神的照片。你确定你是本人吗？为什么要盗用照片？代表你粉丝都很爱护你了，对，他们都很爱护，因为他们很知道，就是我常常在游戏中或是其他的那个 APP 会很容易被盗用照片，这超常被盗用的，真是的。就连那个约炮场，对，连那种援交的社团就会说什么哦，我叫莉莉，20岁，32.1，然后就是那种很夸张。我想说，哎，我有那么年轻，然后我身体有那么好吗？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到首页看一下，因为我是女生嘛，我看到就会是男生的页面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就往右滑；不喜欢的话，就往左滑，这样子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是左上角，你可以选你的挑选对象的一些年龄范围，比如说哦，哎，可以到50几岁、60几岁。我说你要爷孙恋的话也是可以，24到70，好不好？我挑24到70。身高的话，我觉得男生至少比我高，因为我160公分，所以160以上我就可以。然后体型、国家，哎，还有种族，哎，还有黑人哦。如果你想要就是羊肠的话，或是多人竞争的话，你就可以选不同的种族哦。其实我是不拘啦，我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你也那个喜欢多人的爱就是，我就多人的爱就是各种都可以，我们就是看内在内涵的，对。所以你有什么特殊需求，你就可以在这边筛选，他会帮你分析这样子，然后到时候你滑到的人就会是类似这个条件的，这样会减少很多就是时间这样子。另外它还有一个提问的功能，按下去，你今天提问了没？因为呢，在结婚以前啊，比如说那种家庭观念，你要不要生小孩，或者公婆问题，还是你未来的工作发展，要住哪里，在哪里工作，都要问清楚，价值观要相符才可以结婚，才不会有那么多问题。到时候你不适合，你又要离婚，这不是很麻烦吗？就是在婚前就要先沟通好。那我就来公开提问好了，请问你在选择对象时，会因为身高的问题而无法接受对方吗？好，我这样提。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找约会，它会有很多的约会列表，比如说哦，这种健身的啊，或者是喝咖啡、看电影、吃饭的啊，你都可以去报名。那我自己呢，其实有创一个我的约会，是这个不要溜冰，我想结婚，我想结婚，直接明了，直接打在标题上。然后目前的报名人数有5个人，哎，好多哦啊！我刚刚看到一个，感觉还蛮不错的。阿森27岁，台北市，175公分，中等身形，射手座 A 型，哎 O 型，我念错，哎呀还不错哎，这个男生。你喜欢这种类型的？我喜欢，因为他的照片是还蛮书生样的。我按和他约会好了，嗨嗨安安，他回我说我想要报名你
的约会呀、啊。好啊，哎、欸，他回的蛮快的耶，回复率很高。我们来双溜，他说我有看过你的影片，哎、哦，被认出来了，马上要被认出来了。你是本人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怕他会怀疑我是假的，因为我的大头贴如果拿去盗用的话，很明显就是假的，就哪有女生那么正？自己说，他说好哎、欸，而且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资料，他也是不烟不酒，这样很好，因为我其实个人还蛮讨厌烟味的，然后我也不喝酒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男生还比较适合我，就是我们的生活圈比较单纯这样子，刚好没事，太好了。你愿意入境吗？希望可以拍，拜托。哎、欸，秒回秒回，他说可以，但是要马赛克。哦，当然可以呀、啊，小事小事，可以把自己嫁掉了耶！我随便就嫁是不是？你们都不想要女生会多幻想的想要结婚，就是穿那种白色的婚纱啊，在那种海岛国家的那个教堂下面办婚礼，然后抛捧花什么，真的很梦幻。就这么夸张？对，我就以为是流水席。谁要流水席？我才不要！我要是在那种教堂，很美。不行，流水水，我想要很浪漫的婚礼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到了大直的溜冰场。刚刚呢，已经遇到我的那个陈先生那位对象了。然后我问他说可不可以拍摄，然后他就说打马赛克就可以，所以我们就请他出场吧。你好，你好，就是前面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你姓陈，大家好。为什么一直沉默？你姓陈？为什么你要比我害羞？是我见到女生，因为我很少跟男生接触，就是我都是女生朋友比较多这样。那我想要问说，就是你平常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个 app？ 就是想说年纪也比较大了。你有大吗？就是想要到一个想要成家立业的一个年纪。我现在26，就不要再问了，就是比较大。对，就是想说要成家立业了，所以想说这个 app 的目的嘛，跟我的现在想要追求的蛮像，所以就想说用看看。但是没想到就是有一个这么优质的对象出现。可是如果真的要到结婚这一步的话，很多价值观要相仿，比如说我会想要生小孩。嗯，对，生小孩不要跟公婆住。好，第一次见面就谈那么深，所以等一下是要直接去登记结婚？没有没有，不是他用这个水汪汪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很难不说好哎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夫妻财产可以分开，是你可以花你的，然后我花我的，然后我们不会干涉对方这样。也可以，那我可以花你的吗？不行，失败。对，然后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报名我的这个约会功能呢？溜冰，因为那个清单滑下来，要么吃饭，要么看电影，或者是看展览，就溜冰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选项，又怎么会有人第一次就约溜冰？耶，我这个方法奏效了，要特别一点的 special， 很特别。那我们进去吧，走。没关系，我会自己穿。没事没事，这个自己穿比较好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会再紧吗？哦，不会，我觉得紧一点好。紧一点好，我也喜欢紧一点。我觉得鞋子穿紧一点，比较不会。对，才会跌倒，对不对 ？OK。对。我们换好妆了，可是我现在很挫，因为我不会溜。不要害怕。而且现在好冷哦，不要带外套。现在这很滑哎，这很滑哎。扶着墙，扶着墙，扶着墙。怎么办？可以，今天你就跟墙壁当好朋友。好，那我从头到尾这样。哎、欸，你找人家来溜冰，结果你自己不会溜，对，我在想说发生什么事情。人家在，这起不来，等一下，真的起不来，我真的起不来，好狼狈哦。人看起来小小一只的，没有很轻嘛。哦，大概60公斤啊。那个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耶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我们休息一下，你满头大汗。我觉得对，这个运动比我想象中的来的累人。对我很重。不是我说的。那你平常是在做什么工作？我平常做一些社群相关的编辑，帮一些客户操作 FB 社粉丝团。哦 ，FB 的，那你有在用 YouTube 吗？很少。你订阅我的频道？有，我有看，我有看。所以我滑到的时候，我还想说这个会不会是骗人的？哎、欸，真的很多人当了我的照片，没想到出来是本人。那你有就是喜欢什么个性的女生吗？比较开朗活泼，明理啦，明理。我觉得明理很重要。公主病呢？公主病他吗？没有说谁哦，没有说谁哦。我觉得可以再相处看看。我对喜欢的人不会那么公主病，好不好？那是对你们啊。你们自己先承认。我没有，我其实对真的很爱的人，我会很贴心的，我愿意为他做家事。做家事不是应该一般都要吗？啊，你这样是有点大男人主义了，觉得女生都应该做家事。我说不是一般都会要做家事吗？不用因为爱他，就是基本自己就要会。对，如果真的结婚以后住在一起，当然是如果
果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，那就下班以后两个人分担那个家务。猜拳吗？我觉得可以一起做。猜拳，就你去洗衣服，我去洗碗都可以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要轮流了。哦，对，这观念。也可以一起做爱做的事情。一起做，这可能每天都要，这样才会开心。啊、等一下，对对对，这一点也是结婚以前很重要的观念，关于床事生活。因为我还蛮弹性很感。对，完了，我可以一个月一次。我有低潮，怕。对，我有低潮，不怕。我不反对你去看 A 片，对对对。哇，第一次见面就聊这样子，是合理是合理的吗？不是啊，因为既然要结婚的话，等于是会变家人，然后就相处下半辈子，所以我觉得这要先沟通好。那你会介意说，就是你另一半赚的钱比你少，或者是、哦、不会，完全不会。不会吗？可是那如果谈到一些买房啊，或者是生活开销，就是比较现实一点，我觉得很多男生都还是会担心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不能被女生照顾的。我觉得没有车没有房也是可以结婚，我觉得钱我们可以一起赚，而且我自己现在也是租房子，我觉得租房子也没什么，也不一定要买房子，然后也不用买车，因为其实台北市很难停车，然后骑机车又很危险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坐建车 Uber 或者是捷运公车也可以。那公婆呢？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比较……我觉得我可以，就是比如说礼拜六日陪你去看你爸妈，可是不要住在一起，因为我还是希望夫妻有两个人的世界。我同意，这我同意。觉得用这个 APP 真的还不错哎，就是即使没有真的要走到下一步还是什么，就出来聊聊天、见见面也是可以交朋友这样。就他兴趣的配对的蛮准确，不会到没有话聊，我觉得比其他我用过的好很多。你常常在用？不是不是，就是软体是吧？没有，就是稍微看过人家的心得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心得。那喜欢 Swing Ring 的话，记得要去下载哦，资讯栏我会放在下面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各个平台也都要追踪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卡。好，那这是我戴戒指来，我们要不要来个定情的？直接结婚吧，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你太快了吧！好，我自己我帮你戴，不要，救命！